我叫雷彦武，练顺口了，大家就都叫我雷老虎。这里原本有1200亩瓜蒌地，干部们希望今年能改种水稻，这其中就有我的50亩，大家是一致反对。我本来也不同意，瓜蒌种得好好的，干嘛要折腾？但听谭书记介绍，这里对种苗、技术、销售都做了安排，而且今年正好赶上瓜蒌每4年一次的换苗年份，每亩地本来就得新投入4000多元，莫不如拿这钱试一把水稻加人。我万一觉得瓜蒌我也瓜的，那就我没有瓜的怎么瓜？你怎么瓜啊？我的临阵倒戈其实还有一个理由。我看新闻知道国家这几年越来越重视粮食生产，我不相信你谭书记敢骗着我们改种水稻，还让我们种亏本。真要这样，你谭书记第一个要摘帽子。你哈里哈吃，那你要是哪有不得多？这粮食哪有的嘞？比我们心里心一样。你明天丢点钱，老朱啊。对，和我一起种瓜蒌的老周，种田是把好手，得拉上一起干。多说服一个人入伙，也算是多给谭书记挣了一份面子。这时候硬要说服其他人也不可能，赚到了钱他们自然就跟着干了。李谭书记散会后也别走了，我得拉着你到地里现场办公。我带了这个头，你还不得真刀真枪支持我呀？反正你是和我们拴在一起的了。但是我总有点不好的预感。